那个作品呢还煽动粉丝的情绪，说什么我要退出向日葵了，再也不给向日葵添乱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呢，你要退就退，不退呢就好好的为大家带来优质的作品，这样搞呢只会让大家对你的印象变差。现在呢，因为校长有事根本就没空管他们，所以这山中无老虎啊，猴子呢就开始称霸王了。这个仔仔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校长该退位了，他想做向日葵的老大。给大家听一下，校长是个啥呀，他早该就让位了，等着瞧吧，向日葵的老大我当定了，你最好识相点，不然连你一起拿捏了。看到没，就算他们是大主播又怎么样，为了热度呢也会选择妥协，毕竟这群所谓的爷啊妹啊热度呢就是高。反正我是没想到啊，有一天向日葵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可悲至极啊，更没想到向日葵的仔仔竟然是这种人，天天只会搞剧本。那么视频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现在的向日葵还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向日葵吗？可以在评论区扣出来。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